太高，这么多韭菜。搿个盆水哥要盖的，你盆水我把挖出来的，我摘到我们里头，摘到马桶里头去。我上头要吃啊，吃方便些嘛。只要这个豆子。啊，我把叶儿卡了起来。爷爷刚好有一餐。嗯。哦，过去再摘几个姜管儿，摘几个姜管儿，摘几个嫩辣子炒地的，像韭菜炒起。啊，如法，又是一个下饭菜。好这。我们这菜豌豆也生得好嘛。菜豌豆都长这么高嘞。哦，上午这菜豌豆也生得好嘛。这一排全部都是种的那个菜豌豆。再一个就是的，韭菜随便剥哪哈都好吃。今天天气真的好，嗯，阳光明媚。今儿天也如何？明儿天有没有太阳？哎呀，没得，挖不动了，这块挖不下去了。往中边、中间来点嘛。点嘛，我摘啊，现在韭菜它就随便摘两下都好韭菜，韭菜比较好地方，只要摘了它都活起多，韭菜好。跟屁虫又来的。啊。跟屁虫，他会找地方哎，他找辣子树下面歇凉。嗯，凉快些嘛。OK， 这辣子，辣子不好吃，他们放也吃嫩辣子，我不放也吃嫩辣子。嫩辣子炒菜也好吃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吃干辣子。摘一串菜就可以了。你是昨天都放点炒姜管儿，炒点姜管儿茄子，就是糊到他心。准备是赶场的时候摘了麦克的，又忘记的。哎，也是的。再摘到些了，好又歇了。嗯。哪个月他们摘了，他们不摘起嘞，都不摘嘞。谁要吃过季辣椒的啊？快来摘摘，免费摘，有多少你们摘多少都可以。过季辣椒就是这样子，特别小个。好吃，但是特别难摘。对呀，女儿老和二叔也到这里吃饭嘛。小女儿说二十年了。啊，就不晓得啊。啊，肯定没有，他们没找好的。不晓得。瞎找了的。主要是有个娃儿，他要接儿放学。啊，这是要放学了咯。现在不正，现在三点。还吃咸的。咋这三点了？咋起码四点钟？看如花，那这太阳晒起来舒服啊！如花，杨百灵那地里长好多。哎呦，嗯，俺弄了那天摘的。哦。我们就摘点油了也好多。嗯。那天你们摘的，我没吃，我都你搁在耳朵上活动，我们没吃，摆摆烂了。咋呀？打霜了，死了，没有了。嗯，这姜管好香，好香。嗯，走，你去。做泡面，回家。做泡面，切泡面。听不到。作业切泡面，这两个都咋找？啊？这两个都咋找？啊，干啥子？哦，好。我去炸鱼哦。我找笼子弄菜的。老了嘛，大婆捡了好多叉子啊。这个炸鱼油的话就如法，叉子油，叉子油外面卖的话好像80-100一斤吧，很贵。走好久没？对。你在煮什么卷？嗯，煮什么呀？你煮得来没？怎么煮不来呢？你放水没？你放水。那自己煮出来的水啊。嗯，原汁原味的，这样保存的好一些啊。这样把煮熟以后放点盐，放点发酵，然后再冰冻，它就原汁原味的。十个给你。啊，你还在？嗯，好香，不放肉都很香。
你试试看盐咸不行。我不吃。嗯。这个没什么味道。有，好香。你不要。嗯，算了。嗯，等这个冷却后煮好。嗯，冰冻。嗯，放冰冻。我们正在打算泡面。嗯，这就是我们上班中的打算。五月蒜，都长这么大的。你这咋吃？哎呦！我就刚没看到叔叔的。哎，皮这样，这皮下子，这烂的，这你是说这？这还是去年子。你从上天看见的。嗯，看见梨子树。交给啊，带皮啊，皮原先有一番起，没皮原没有一番起啊。搁树叶看，我也没拍地方。啊，大师傅你喂了，喊啊，这黑了多少你拔出啊？你那我就不得喂了，你没喊我就。啊，我这哪喊的？这又有余粮，你我操这。我就打一共的皮。你皮原就喂了。这是我们上次种的那个五月蒜。真的像胡同一样，好小根，好长的红色的，开始有点老了。嗯，还长一起。哎呀，这右边也是菜心嘛。啊，那是菜心啦。嗯。啊，那都起得早的了，起起来说就好。这是后种的。哦。先种的菜心到这边。迷死我给你看了，它不深，我一搞暴躁的，我一走死也啥子。多搞点，今天人多。入米好多，多起点小菜、白菜。小菜自家自产自销，自家种的，没花钱。你种大的了很，都有豆的，种大了的了。嗯，看这一片全部都是白萝卜，红萝卜吃完就吃白萝卜。这就是从你们从宜乡带来的菜嘛，哈，大也大着大着的，我都上坟的，我都上坟了的。你看这两个人喂，一个人喂，啥叫都吃不了。给杀掉机器啊，转头干汤。哈哈哈哈哈！人身体上不行。刚刚杀，没得猪肥。没得猪肥嘛，点没得猪肥吃了。用锅子泡锅，锅里泡汤。我老姜不老姜，我不管你了。好，你老师傅。我舒服些。俺那和米在厂家摆着卤的，他家里的还有种下个的，反正那就是下个的。嗯，俺上火东西啊，瞎吹飞进去啊！烧火神器，吹火筒。火东，你看来在帮如花扯了个两锹子。完了。嗯，它一个一个还咬下来的，你看。韭菜切一下，洗过洗点好去洗，磨的太细，细都搞不到。韭菜炒姜花儿。刀子上是不好，把两刀子顶开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关住啊！韭菜下锅，哎，我抢着吃，我见过那只。今天有点羊肉，比较血腥啊！他们做到是对的，应该是打死的羊，全是血，拍不得了。炒熟了可以拍，血呼啦嚓的。我得点菜啊。我们怕地皮有寒气，挖点姜片，砸死我还不准备。你不晓得走路嘞？哎，转车急了。我本来是到古镇去的，我没准备上来的。小孩子，那节奏。哎呀！我看搞什么好口子，什么你看我来搞南瓜桥。你的南瓜多好，有没有南瓜？我没有南瓜，你不是种？二叔，今天上来就炒南瓜，就炒南瓜了，要了没？嗯。你要来吗？你，我一个人来了。我几个人来？哈。哦。这锅子啥子？一旋。不，再一旋。哦。翻嘛，你继续翻嘛。我叫俺们摊着圆的。大蒜。
告辞。告辞，这俺装上去。告辞哦。干了半年。那不就上一次筷子了？都点上没？这个啥东西？什么点上没？接来，我们接来就你好留的。那不要，给你过要。这也行，我陪你，那我过去。羊在喊呢。别着。你看，看这石头都来了，够了吧？我想你羊，羊给我够吃些。哪个人呢？吃的快没？哦，快呀，羊吃的快哟。嗯。不要讲干嘛说？多轻松的。嗯，很爽。俺你们够轻松，够轻松，想起来。嗯。那还是胡同去。现在羊肉你都看不起了哦。就是他长瘦了哈儿，吃，哎，一般酱肉高。羊肉吃起啥酱味儿？牛肉牛肉吃起啥味儿？我喜欢吃。它是放的胡同，好香。我吃到后来，什么都好香。好香，萝卜干。我平时买饭那个熟的，他们二手打不起。那不真的。二手卖出去刚打不起。嗯，八小时。放冰你晓得些？我不要的。嗯，哎，你养养狗了不起？嗯，我也不要它，我也不问它的。嗯。我问都不问它的，还蜜蜂哥。哈哈哈！你吃够了吗，五爷？还行。来嘛，还有很多鱼。你把网接的。我搞网子，我有关系。还不给幺两交过来一家啊？哎呀，我带鱼要好多鱼好多，不哦。我吃了酱膏去了，你看，哎呀。那酱肝搞得好吃啊！我听我咋搞嘞？是入你这羊肉够，入啊慢慢带。你这羊肉够不行，我酱肝你搞嘞？你说你嘞？把你那菜色我下去，小少些。你够吗？好吃。我夹到我老弟你看。我老弟好吃。我酱肝用我吃遍的。都不是你给我留酱肝没？酱肝不要你。啊，你吃遍酱肝。吃遍的。酱肝吃不，你放心，我真吃的。我看这么抢手啊，有点慌。我的酱肝给你留着。你没见吃酱肝嘛？咱吃羊肉嘛，这个人。咱们光自己办嘛，还是你拿出来做。那个要吃，那么在我打工要有文化，我没有字，没有文化，我到哪去我都没得文化，我没到手打过工。你还是打不吃啊？你二哥在吃他，他有这边花心事，他从前他不花心，他给我打字过来，我的天哪！那行，你给我打字二呗。他打得快哦。会玩幽默哇！你好，收拾好收拾，玩幽默玩习惯了，改呀改不过来哦。那等到自己爹的了。嗯，谢谢。嗨，给我整个。还有没有？嗯，啥好啊？啊，酱块给我留点，留点留点，还有这么多白银呢，嘿，我倒掉啊，过去呢。要做汤呗，不要做汤。哎，没做汤，没有汤。来来，不要什么的。哎嘞，哎，水不拉倒嘞。我这边挑四段了。啊？你要给你上次留点啦？哎，有点不够。你就想挑四段，想不到酱块不？你这我四段。那以后炒羊肉可以把羊肉剁了细细的炒。爆炒。爆炒。外部菜我有吗？不。嗯，外部菜不是叫他早把俩的，像以前可以才敢看你们家。嗯，那时候可以吃野鸡的时候，就是野鸡嘛，我们野鸡的炒法就是剁细细的。干净的不行。就我们去年试下，用了家鸡剁细细也好吃。嗯，这对于口味比较重的朋友可以尝试。一定要味道重啊，盐重、油重、辣椒重，又麻又辣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吃饭这个狗围满了。有六条还是七条狗，反正周围附近的狗都过来了。